才刚学几个月，但是我很典型的学生就是非常的顽皮，非常的调皮，所以你不要把他牵住，不然我不知道他会去哪里。那我们虽然他曲目很短，但是他也很认真练，那在我们就来欣赏他的表演吧。好棒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如果表演好的话，就有冰棒可以吃。